来甲大家介绍，我即卖是要出来竞选迄、那个咱甘仔县的法官，好啊，法官，法官，快点起来，是咧，是要细汉来啊，啊，因真少有即个机会会当讲，互大家会当直接来投票来选一个吼，啊，法官来代表你。啊，这边所以真需要恁的帮助。我已经伫遮做律师，已经做25年，我是加州的 prosecutor。不过我的迄个背景是有做过修改那个法律，就是像environment 环保、水，还有 land use property 跟 business， 还有我即马是市，去年是市长。我也是由本人在跟做市议员，伊跟做会长啊，所以即马出来在，即马真好个机会啊，就是两个啦吼，一个是即马出两个，本来初选有五个，即马出两个尔，我甲对方。我甲伊无共，就是伊是 public defender， 还有伊是有即马伫一个 group 叫做 progressive judicial candidate， 因就是讲无爱甲歹人关起来，因感觉讲因应该是伫即个社会内底，咱个 community 内底来关来改变 rehabilitate 哈，所以你知影咱最近有真侪。就是很多案件出来，这种想法是对咱国立保安不够好，所以我该也无讲，就是我是 prosecutor， 你是 public defender， 刚好相反。那你是亚洲人啦，第二个就是亚洲人嘛，好，很幸运啊。那所以确实是真多，真的啦，就爱得意啦，好，但是呢，不接受的哈。OK。Thank you. 谢谢 okay. 我叫什么？我叫你飞啊。还是这句话？这句话。OK， 好。我把外妈妈中文翻译一下。好，等下您的时间哦，来。哎，那今天时间是太长了哈。还有个，我见徐医师吼，都比较好的物件吼，你带来分享，就是讲台湾地名的典故吼。啊，就是我这是一个较注意的学问啦。可咱这边把麦克风交到你，请你来谈。多谢黄医师，真怎么讲，真 generous 的介绍吼啊。台湾地名实在是 common sense 尔啦，不是讲啦吼，我都即马食饱伤闲，都即个 Google 网病吼，都收一寡资料啦。都黄医师讲叫我爱讲一顿啊，我都全力以赴吼，准备了才想一个，所以我头下来吼，地理差不多上少三分之一把我地理掉，因为今时间无够。OK， 我唔是即个台湾话，也是台湾地名的专家啦。我含大家同款啦，实在是台湾地名是 common sense 尔啦。啊是，我了我个整理者，大家做下来参考，吼、哦。我即马来开始。咱台湾吼，你要看迄个图吼，咱台湾讲咱台湾是汉字嘛，其实即个图是唔是汉字呢？是金州你看了。好，啊，你个口子变少嘛？行啦。啊，叫来，清朝因为初初吼，无论是荷兰、郑成功、清朝，早期拢是干那安尼尔啦，通牒呢。所以做做个地图是安尼嘛，所以是变少吼。OK， 这样说嘞，用这个吼。啊，这个。咱今日台湾这块岛的名就足济啊啦，
古早的足侪名吼，伫台湾啦吼，啊是咧，即个葡萄牙专即个专员吼，发现台湾，个叫做霍莫萨，啊，正经有登陆台湾呢，是西班牙，因叫做 Hermosa，H 啊，咱即知道咯，叫做 Hermosa 吼。OK， 啊，日本人有啥物嘛是要占台湾，啊，个叫做哥萨国吼，哥萨国，因在是指高雄迄搭遐，嘿，他靠。啊，是伫指这个中部迄个大都王国吼，我无啥知影，但是咱们因称呼台湾叫做塔卡萨国吼 ，OK。啊，噶即马吼，咱即马台湾嘛，名足好足乱的啦，吼啊，变来讲咱是中国台湾一边一国，但是奥林匹克讲你是中华台北，吼啊，这个 WHO 吼是台北甲周边的地区啦。啊，这个 WTO 就是这个做经济组织哦，是讲是台澎金马特区是登陆落了就不行了哦。啊，咱蔡英文总统是讲中华民国台湾，即马现在 DPP 的 position 是安尼哈。OK， 啊，六千年前跟一万三千年前，哪里？靠我了 ，OK， 过来，来吧，去。在六千年前甲一万三千年前，这个所在都已经有人住伫遐。啊，这个民族叫做南岛民族吼。啊，即么现在东南亚，甚至非洲东边，拢是这个南岛民族拖起啊，爱对对拖起，对咱台湾拖起吼。OK， 啊，南岛民族比咱台湾迄个时阵呢？因无种名啦，是外国人替因号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无这个地方的名啦。啊，因有写名，啊，这写就是我头过讲吼，就是因生活的所在。所以带你这台南，根据这个日本时代这新闻的报告吼，你真该签字会停艺术，这个退步化吼。在这个1910年的时候，敢那中国人直接敢那有17,000人，就是讲日本人来台湾占台湾的时候，有因准讲你那边去等于中国人两当来，你会使等。所以，伊占台湾的十几当后，家己讲伊是中国人是主那人的时候，敢那17,000人，啊，大部分拢是偏埔族。有300多万吼，啊些青番迄是山地吼，山地有安尼，所以咱大家在那去研究吼，咱拢是平埔族，伊身份真大吼。OK， 所以我来讲地，开始来讲地名吼，啊，用这个原住民一写名，合作地名吼，就是我现在开始要讲这。OK， 关渡吼，啊，咱台南是叫做关渡，就关渡，叫做渡吼。啊，伊原住名本来是关渡啦吼，啊，即个孟达吼，啊，即个基隆对其他客人来吼，啊，头到尾老咧，中切掉变做基隆吼，基隆是安尼来吼，基隆，啊，石口就是。江城啦，啊！这汉人在从西澳啊，才变成石口。日本时代个叫做马祖岩嘛，吼，变成上山个改造安尼吼。OK， 啊，这个大溪吼，大溪啊，应该是叫做塔克汉、大科汉啦吼。啊，这个名在变化吼，在日本时代改做大溪吼，大溪。所以咱来讲宜兰的地方，宜兰住伫遐叫做柯马兰族吼，叫做柯马兰吼。这个南部一个城叫做罗东吼，就是佩吉啊，甲顺井就是住罗东啦吼。罗东古早的名叫做老董，就是因为伊原住民的姓名是罗东。罗东，啊，意思是狗的意思啦。
啊，所以以后有一个饼店哦，伊卖饼，啊，做一个狗的形，印一个狗的形底下吼，啊，迄个饼店的名是老董，老董，老董，不是老董哦，老董饼店吼，啊，迄个所在就是老董吼。啊，这因为无名啦，所以我不爱讲吼。啊，这个算是中部所在吼。我用这个大都王国做偷偷抬头啦，因为内底有差不多17个镇，啊有差不多足济组个吼，啊大家伫遐吼，大家就是安尼啦吼，啊苗栗嘛是吼，苗栗嘛是，啊新竹叫德长吼，伊个原子本来个名是安尼，啊春宵时。日本时代，因为这个翘一个山，虎头山吼，安尼唱真高，入去个山顶，啊，日本人看来讲安尼，突如云霄，甲号做通霄安尼吼。后来第二个作是帕布拉，这是台中个海边迄带遐，吼、哦，这个牛马头石，伊牛马，啊，咱第一个啊，第一个这个台湾人伫日本时代做船长诶。叫做杨调家吼，啊杨调家伊老爸开这中国药啊，是开始的，但伊老爸去这单中国人做啥物？去中国人，反正伊也是往失败落来，迄个国民党个官叫退去吼，啊伊甲合作清水啊，因为迄个牛马迄个所在水真好食一款吼，啊伊甲合作清水 ，OK， 过来沙拉。遐有沙无落啊啦，啊所以未使叫做沙落哦，叫做沙落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谜语就是讲吼，哪底沙吼，沙落。OK， 过来拍这，拍这啊，拍炸，拍这就是这个，算讲话台中迄带真大个作啦吼、哦，啊，包括。方圆，古早叫做葫芦墩，啊阿里塞，即嘛是叫做塔嘛吼，啊暗里下即嘛是即个当时新光迄带啊，遐就是吼。佫出来较接近彰化遐吼，就是大都鹿港，啊即、這个彰化本身叫做半山，半伊的迄个县名就是半山县吼，啊即、這个最贵的。水鬼的这个作乱以后，平定以后，因迄带遐，可能有个清朝倒帮忙，那个叫做彰化啦，显彰圣化吼，较好名字安尼吼。啊，南屯伫台中个南屯啦，包括是这个马武萨制作个啦。说的这个西丽甲东丽吼，伊迄带城啊，本来叫做多乌巴丽，啊，中迄、那个。牛肉提掉，变作多类，变作单类啦。这个做咱闽南族个，翻译做单类啦。哦，啊，也变叫做宝达，变个叫做宝达，宝达，不是北岛哦，以前是叫做北岛哈。啊，古早叫宝达，今嘛人嘛叫宝达，今嘛住多的人讲我住宝达，不是住北岛。啊 ，OK， 啊，西丽呢，因为多伫这里。东丽的西南边呐，跩叫做西丽。这个时阵的东丽、西丽吼，拢是伫罗水溪以北吼。啊，这个东丽溪吼，对这雨水的淌，淌一个差不多是鹿港的南边遐吼。这个，所以这较早有这个河川的变迁吼，就是安尼吼。OK， 哦，这西丽吼。OK， 古克南平呢，就来到这个，就是河安族，啊，叫这个中央研究院两个这教授吼，洪家应该李任奎呐，伊讲日本人来，唔讲啊，恁这人是对照，用阿达克西瓦黄阿的，黄阿代表黄阿，哈黄阿呢哈，黄阿是安尼的 ，OK， 啊黄阿这黄阿族。有两个支族吼，较北边的是，较北边佫较东边的叫做阿里坤，
啊，较难病叫做罗网吼。啊，这个黄院长伊就是阿里困，因为伊对草屯来，吼、哦、草屯来。啊，草屯现在叫做草屯，草下屯本来是草下屯，就是讲伊对海口遐运送物啊，要去山地，啊，这草屯住伫中央啦。啊，去到遐鞋啊，都要穿好破，爱换，怎样垫条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好 ，OK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一行到遐，啊，就鞋啊可以。可以。啊，遐阁有一个地方修那个底草的，当做较小的鞋啊。鞋哦 ，OK。草鞋对。对，啊，这个台中的这个太平吼，临界另外一座。我来属于这个，我来属于这个做什么？叫做北斗社，应该是北斗社。北斗社有一个叫做鸟落溪，鸟落溪以南呢叫做南斗，迄南斗的原因对遮来，因为本来伊的名吼，含咱汉字个翻译吼差足济啦，本来是叫桃沙巴达、桃沙塔拉加，变差足济吼，啊，但是这汉字个翻作安尼吼。OK， 达拉塔拉达拉塔拉，还包括高坑的人拢是遐吼。本港，本港就这个，就像，演主诶郑祖龙啦，电信公司老板吼，对日本带差不多三千几个，伊本来买吼，买含这个，幕府为了要共占，伊要共占长崎迄个所在幕府。结果，那个无成功哦，所以逃走，走来吃，因来吃，感觉这鱼也真济啦，所以变做好鱼啊，你知道？好鱼也是不鱼啊，鱼足是变用不的，啊较少变用好的啦吼，啊所以好是本港的安尼啦吼，啊本港那边过一个水灾，迄北港溪泛滥，所以一部分的人爱走去。南平叫做本南新港，啊，另外迄个叫做新港。啊，北港是拢较泉州人，新港是拢较这个漳州人，吼、哦，晓得吧 ？OK， 达里布就是阮太太的故乡岛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迄达里布一下的人，包括后尾高大比拢是遐人，吼、哦。OK 嘞，今过来讲，我的故乡是嘉义。闽南吼，这个猪罗山，古早名叫做猪罗山啦。啊，伊这个林爽文的时阵，林爽文事件的时阵吼，因为修起来修得真好了。伊当然从讲过，他咪有一个总兵工作回来，啊，他咪这个林爽文吼，有超过50万的兵啊，甲围啦，但是因。伊哩修改这个胡安康，就是这个圣公迄阵皇帝伊表小弟啊，吼，这个解放，啊，伫中间修足久个，所以应该好海这个名叫做嘉义是安尼吼，啊，真可惜的，1906年大地震，规个拢歹去。虽然是安尼吼，各有好处，因为日本是迄阵已经日本时代吼，1906日本时代，所以。开始定这个都市地位，所以大通用大通吼，迄个中山路叫做大通，迄个时阵，啊，做那是棋盘式诶都市计划，所以家己诶市容是算讲正水，搁一个中央喷水吼，每一个选举拢在遐写，就是遐啦，中央喷水 OK。啊，搁阿里山的铁路，全开始阵开始用在遐起吼，啊，跩用迄个森林诶木材走来家己吼，所以家己发达足紧。迄当时变作是台湾的第四大都市，比高雄较大。因为高雄到1937年日本人建港的时候才大个。他们又就是我出生的所在，哎，本来叫做塔巴哈，塔巴哈，啊，汉字个翻作塔巴。啊，迄阵的河洛人吼，捌字也无偌济啦，看这个巴看无啦，所以迄个是猫啊，所以。所以叫做大庙，所以大庙人讲，哎，我要去大庙去闽南。啊，大庙日本人是安怎改做闽南？因为大庙日本的叫做大庙，
MIO 哈，爱个差几个名，比如 TAMIO 它 MIO 比较是安尼来啊。OK。哦，继续五人，这是希腊族，希腊族是咱台湾这边接受的西方的文化，荷兰来就是接伫咧大门遐吼，遐所在，台南迄个所在，就是希腊吼，啊，才有足济石，马头石吼，啊，新疆石本来是住伫赤坎遐啦，但是叫荷兰人甲赶走，所以搬去新的所在叫做新市。咖喱兴古早叫做小龙虾吼，啊，这个，嘿，这样过来，就差不多安尼啦吼。啊，左边是较伫山顶遐，我写伫写伫遮，因为这是咱台湾第一个山地教会，是马雅国医师，以前伫这个基隆伫开业的时阵吼，这个算讲 tribe chief 这个你。李顺义吼，伊带人去学医啦，啊，足感激这个咱的马雅国医师，啊，所以拢透明吼，拜人名都也火把，安尼在找路走伊的这个教会，啊，有一年这个马雅国很僻个人，就较早话咱大英国人吼，走来这个山里找伊，啊，用迄古早。荷兰时代留来新疆文写的马太福音可以看，这我在调理写的这哈 ，OK。不，这个希腊呀，包括去当兵这叫做四下番吼，遐嘛属于希腊一种吼。哎呀，较出名的所在叫做塔巴尼、加巴尼，现在叫做玉井。啊，这伫1915年有发生叫做希腊暗事件吼，因为用这个佛教宗教的。力量要去含日本反抗吼，啊，这是第上尾边日本人大规模伫台湾大规模反对日本，所以日本来占台湾头啊10-20栋吼，我也无真好过吼，那足所在拢有滴个反抗的所在吼。国较南边就是小个高雄屏东遮吼，遐是咱遐族叫做马卡道吼，像大狗就是伫遐吼，啊阿狗是屏东。阿狗本来这族的人，我那住伫西雅湾迄带遐啦，但是叫这个海贼叫林道谦吼，他赶走，现在暂时走偏去这个新疆高雄的当兵吼，这阿狗的所在吼。万丹，菲律宾嘛就万丹吼，叫做潘内达，这是市场的意思啦 ，market 的意思吼 ，OK。好来刷咧，这个嘛无啥看啦，所在了看啦吼。四下是中央，啊，下骹才是马卡达吼。过来就山地的原住民啦，啊，山地原住民含啥名都无，所以通知家来吼，这名拢可以啦。好，像仁爱乡是国民党的吼。啊，这个漳州五峰吼，将这个新竹遮吼，啊，祖祖六国吼，古早叫做姜阿廖，六国吼，啊，阿里山，国民党时代改做五峰乡，将佫改到等来，佫改到等阿里山乡吼。OK， 啊，布隆族就是嘛是从伫山地啦，即个较中部。接近花莲、台东遐吼 ，OK， 啊，高雄这个三民乡，啊，伊个有三镇啦，哇，是民权、民生、民主个呢，三镇、三川啦，啊，全部拢改过啊，将伊个乡镇里面叫做南麻社，啊，迄个镇名吼，足长我不写吼，我拢哇，反正因关注伊个名起来吼。这，就是分布差不多安尼啦，啊，看袂明吼。布隆族，这个红的 orange 这个哈，台湾族 green 这个哈，啊这个泰雅族较北边，啊泰雅遐，差不多。OK， 今物来个就是这个
东部，东部这里阿密斯吼，就是花莲遐吼，啊花莲港吼，花莲港这里较早是怎么叫做基隆？啊，荷兰人，啊，咱荷兰那个叫做荷兰，是安那，因为迄、那个黑潮哦，对东边爬起来，啊，在迄个海岸走一个，迄、那个海港遐走一个，吐一块出来吼，啊，在写，啊，那个，那是在叫做荷兰，那真水的，啊，日本人叫做卡林格，吼，卡林格变花莲吼，是安尼，啊，黄医师的花莲多少久的，你要知影吼。OK， 哎，我报警。好，你报警嘿。我这是无讲，拢是阿姨来的。啊，是，本来就是讲是这样哦，是日本人来，他为着要摕这个猪肉哦，啊，所以才开始要讲，这日本人是才开始。叫做华林港，对来吼，啊，嗯，迄边是个原住民，啊，靠我那个看过的吼，就写着，你睇了，迄就是上届买啊一撮，你睇了无？马街起啊是无？也过去，那也是，这是叫做太阳族啊。来啊！啊，他啊，葡萄牙是讲贵多呢，无入来吼。OK， 啊，因呢，哦，我了解一点，是讲，迄阵荷兰人哦，传一挂文化入来啦吼。荷兰用这个罗马字写新疆文化，新疆文字啊，写做这个圣经吼。来，咱讲地名。Zealandia 就是这荷兰，含 New Zealand 同款哦。New Zealand 是，或者 Zealand 啊 ，Zealandia 是荷兰城。但先讲改做伊故乡的名，叫做安平。安平所在是沙洲，迄个地点是，就是一坤新，咱就知一坤新、七坤新哦。迄沙洲就是安尼来吼。OK， 伫日兰地啊，是一个富的，啊个政府底下，这个荷兰政府底下，啊伊人民呢，甲搬去住伫这个赤坎，叫做 province 啊，啊赤坎的人甲搬去啊，搬去新市啊，吼，都是遐来，新疆下人甲搬去新市。Okay. 西班牙伊对台湾就是对当兵起来，经过这个苏澳遐吼，叫做 Saint Lorenzo， 后来经避开个地名到这里三雕角，啊，一个叫做 San Diego， 啊 ，San Diego， 迄就是恁当上当兵的所在啦，啊，迄个所在，那你看日出，迄个猫澳，啊，猫就是猫市，早是五点到七点，底下你看日出啦，所以迄个或者恁。还要叫鱼缸底啊，啊已经尽消掉了啊！这个观光的旅社想要去开垦哦，啊，遐人要你懂。OK， 这亚六就是变作本来是加长吼，不听底下无啊，改做两简单的亚六啊亚六安尼来哈。OK， 再想一下这里吼。Mount Morrison， 伊西方人伫讲玉山，用 Mount Morrison。Lake Canidius， 日月潭，哈，这是讲日月潭。Pescados， 伫讲朋友，哈。OK，
但成功伫1661年将荷兰人赶走，啊来台湾时，因为粮食无够咧，开始蹲田啦。啊，蹲田有两个形式，一个用私田，私田就是讲你引进一个官员去占一个土地，啊，底下用请人来，啊，都要开垦哈。啊，就我这个警惕讲，流行国民党的 KMG 的这个叫做什么？叫新村啦，叫建村啦，叫。这是我人改了哈，这未得着哈。OK， 这个观点就是饼在底下，啊，想在饼啊，想在种田，一10%的时间呢是在种田，干了3%在比田，安尼尔哈。OK， 所以电视讲安那死哦，我写在遮啊，想长卖讲哈。OK， 啊，电视讲在谈干了几个月就死去啊，啊，电经也惊。正经正经的通知台消息电经啦，还有一个真好的宰相，叫做啊陈英华吼，陈英华，啊伊做台湾的第一个首学吼，孔子庙哈，遐台湾所学都、就是伊写的，啊写一个制度袂歹啦，啊伊落尾伊去开垦这个六甲迄个所在吼，迄、个两甲六甲，看你偌济迄个所在吼。这个家吼，嘛是荷兰人留来的，一克留来哈。OK， 在登基的时候，有一个将军叫做刘国谦，伊是奉命去经营啊，这个江华哈，伊就叫做半山。哎，伊向工地就刷落去了，刷落下本来有600几个。叫台家村六百个，啊，附近的人惊到咧，全拢要走去这个保利啊、水利那边遐去吼。当时迄个时阵有一个将军叫做林树吼，啊，对德山讲义，啊，底下含这德山遐就做主含阿里山合作的，叫伊台死啦。啊，这电视讲要纪念迄个所在个，叫号做林树堡，对，称为德山吼，德山。啊！这刘国坤哦，这个大毒王国遐人，你走入去走的时阵，伊个约个解说在底下扎营，底下扎营，迄个所在，伊扎营的所在叫做国姓部的安尼啦，吼。OK， 后来再讲地名吼，六甲头讲过，六甲遐一个车头叫做林凤营，吼，啊，旧营就是咸水啦，啊，有旧营。啊，落来新年才个顶起的。柳营呢是日本人号的，古早叫做查某营，唔是迄个查某，是查母。查母就是测量你这土地偌济。OK， 哎，伊个兵啊吼，什么东西南北中央安尼去分配吼。啊，所以还是有些元朝，迄是元朝中鼎，迄个中央吼，伊些是等于 logistic。啊，算讲咱台叫做啥人情啦，就是你 supply 武器啦 ，supply 一下，迄是元朝。哈，元朝啊，到尾变成燕赵迄面啊，迄声个声，燕赵迄面对遮来，伊本来是元朝中鼎底下吼。啊 ，OK， 官田哦，官田古早叫做发了财，因遐是良田。重点，不，反正较早叫做关电啦，吼，啊，内底有一种吼，叫做重点，迄是火车头的所在，即嘛叫做火车，迄个所在叫做火车站吼。嘿啦，哎，火车到底啊？阿边也到遐人啦，我说阿边我相信伊嘛是火车啦，好 ，OK，OK。Okay。赤崁的名字变作一边了哈，本来是赤崁，哎，改做 provincia， 啊，电信公个叫做承天府哈，啊，落来变作府城，清代变成府城，日本时代改做台南，台南是日本时代叫过哦。OK， 贵人这是为着
要讲这个伊去啊吼，将原住民给规划了，变做天下归人了吼。人哋本来是土狗，啊，改做归人，啊，不改做这个，改做人哋吼。归人较早叫做安下有一款，我未记得吼。啊，过来剑潭因哥龟山岛，这拢是假的，这拢是创作的故事了。你讲这个也做第三个的代志哈。OK， 到清朝哈，清朝时初期啦，伊讲你拢要等伊啦，啊，甚至要放弃台湾，啊，落尾这个像西隆讲唔通啦哈，这个台湾报道安尼吼，哎，头伊嘛拢无注意台湾，拢唔捌官员重要官员来，直到1874年，才叫这个沈葆桢来，刷了1885年才叫这个刘铭传来哈，啊，贪污污吏一大堆哈 ，OK。来，咱讲，咱这汉人伫台湾，这个好地名哈，有一挂原因哈，一挂这个我甲做一挂分类的家哈。第一种用原乡的所在，啊，就讲潮州啦哈，南京啦。英村啊，这种是安尼吼，啊是用你的姓名，姓名吼，叫我写一个廉字啊吼，中间的羊啊边一个廉吼，这是伫江华廉处征，啊有一个有很很贵有一个就姓廉的做江华的副议长，这廉姓是清朝，你清朝怎么讲？温州人啊，伊是温州人。啊，搬去到泉州，唔知啥物代志，搬到泉州，才对泉州搬来台湾啊，姓廉啊。OK， 布袋有一庄吼，刚好17个人，哎嘛，17户啦，每一户拢财产拢超过1亿以上，啊，有诶几啊百亿个吼，啊，所以是咱台湾上好个村啦，吼，是这个小庄。啊，水拿这个。有些是消除了吼，是严肃者，他都含邓志良就开始对平日本的兵号走来台湾遐，因登陆所在就是北港布袋这附近啦吼。OK， 佮另外一个分类是讲你合作开垦的所在，伫位五股、三股、九份啊，这种是用你迄个，啊用面积。面积是足济，阮台北人初时叫做三张犁，一犁等于五家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台中北屯叫做30张犁，所以有150家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用丰收地盘，内容全部炸啦，吼、哦，茶城、石牌啊，这种是吼、哦、，OK， 水利二八水吼，二八水我头来讲较详细，伊是这个二水啦，啊就是。二八吼，闽南讲两条溪吼，即清水溪甲罗水溪吼，就是安尼，迄个形咧是八字形诶，走来二水迄个所在啦。啊，要离开时，变东瑞溪、西瑞溪，嘛，搁一个八形诶所在，叫所以迄个所在叫做二八水吼。OK， 景尾是灌溉水道啊。每一个所在都会放一个水座，较大个水座，迄水座叫做水井，水井啊，上尾叫做水井尾，吼、哦，迄灌溉用的，所以尾叫做井尾，啊，即嘛叫做井尾，吼、哦，然后就啊盖过。哈？系安尼来。我唔知啊，我是听台北古早个人讲啦，讲你呾开始迄个。刚刚去就是这里，伫板桥这边吼，
就是姜子或者姜子翠啊。OK， 为做生活所在是大稻田、高岭乡，做产业的大砖头，或者林阿寮哈，还是望安市，望安市的边河啦，迄拢是晒网啊、晒鱼网的所在哦。啊，青埔是这个桃园，桃园青埔有车靠，滴淡水。但是即卖变做伊个码头的所在吼 ，OK。建筑物用马经，这是偏哦，马工吼，古代叫做马经吼，伊用建筑物来做吼 ，OK。黄经是伫江华，渔船啊，这个像，徐飞因后生，即卖就伫咧黄经遐伫做这个。风力发电吼，迄个底台啊，做些底啊。OK， 杠，但和名和做些杠。啊，这杠吼，不一定是杠头啦，伫河内底伊嘛用做杠吼。啊，咱台湾的杠真出名呢，北杠伫对，伫云林县啦。啊，南杠则伫台北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东杠伫对，东杠伫南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西港的西港的台南吼，台南，所以这里地缘出水。OK， 本港是除了荷兰的这个大盐以外吼，是第一早的，就是因为迄阵是因来，所以迄阵开始港吼，叫做一户二港富城吼，啊，第二日本一户二本吼，过来。过来就是鹿耳门，鹿耳门就是还是这个，变成南昆山较北边一带啊吼，啊，几摆本岛迄个所在，迄叫做鹿耳门，迄带遐看，底下开港吼，1984年，落来咸水，落来鹿港，啊，鹿港迄个时阵，伫这个1789年的时阵。1884年迄时阵，做这个我算讲林传文事件迄时，伊遐人大部分拢是泉州人啦。啊，林传文是走去恁大个所在，代理台中个代理吼，啊草屯迄带啊，伫遐做兵买卖吼。啊，伊是漳州人，啊，所以为漳泉道就对即阵就开始吼。OK， 落尾即拢留啊读去啦，啊。在北平啊，北平新政开始有这个汉人去开发，伊对北里爬起来啊，走去新政，迄种顺着淡水河去啊吼，啊，嘛是塌去，塌去就先自西啦，塌去了，换煞去艋舺，啊艋舺结果嘛是塌去，来走去淡水，啊，走去淡水，这时间拢写伫遮啦，啊，这个清朝的时阵，日本时代佫用这铁路。对家人较亲切，所以结果这海运吼转换去家人啦。而且海运只有是讲含大陆的通啦。OK， 好来说一个名吼。OK， 上尾个叫做新港吼。新港头讲，伊是本来伊属于北港一部分，但是做水灾迄条，它决定迄北港溪才变做南平北平。南平即变嘉峪关啦，新港乡，还古早是叫做本南新港，而且改做新南港，而且改做新港，哎，啊，台湾有足侪新港个啦，好，足侪新港，江淮新港叫做深港，迄些因为港名，所以1959年也改做新港，吼，啊，这个台东有一个新港，哎，将改做新港，哎，古早吼是叫做。金工哦，伊个港吼，那是金卡安尼存在，那是金工，所以好多金工。日本时代个称陈广澳啦，城工哦吼，安尼啊，工号了就名啦，建楼啦，未使讲工号，建楼吼，即、這个国民党个要纪念陈成功，该做成功，哎，成功。边有一个山，嘛是叫做新港山，要留迄新港山无改名，干那海港改名吼。
OK， 啊，足济足济，即个其他诶吼，讲是安尼吼，所以说学就是我所讲，学就是即个海湾内底学啦吼，头我讲到即个猫猫学吼，猫是就是五点到七点吼，嘿，酒就是看是海中还是溪中诶沙洲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正好是溪洲。冰冻嘛，就溪州，就是到尾改做南州，吼，改做南州。哦，哦，就是小盆地叫做哦啦，家己就本地哦，吼，啊，台北来哦，啊，潭，潭则是哦啦，啊，这个就话潭啦，吼，这鲤鱼潭啦，啊，我是介伫旅行的时阵吼，有些朋友，有些导游啦。伊讲伊带一个大陆团啦，迄个带去一个团嘛，哎，讲这个小意思，讲你巴塞过偌大，拄偌大咧哈。现在经过这个中横公路，走一个花莲，那个带去这花莲新城乡的七星潭啦。哎呀，阿拉个看了，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啊，其实七星潭是海，是太平洋啦，可能太平洋是个。伊唔知迄些，哎，伊的迄名吼，像七星潭一样嘛。你想讲这是潭，你知道？对。好。好，你讲，你讲。你是安尼，我看恁遐有一条海溪吼，啊，流落来是吼，是因为这时热天有咧下雨，啊，风台，所以就会流入海溪咧。啊，那这流入较北边。所以那个老的所在，拢有可能一个困难积聚的哦。他当中七个呀，七个好，他生一个七千年坎嘛。啊，嘛个很多比做那个事情，他来讲分别了。啊，所以基本都无看到七个，不过你这出呢，这样子一样，就是一样。他窝在楼东村村村边哈，所以经常我挂着他。他这个他武器，这个是七星潭，是他们养的哈。他五个这边哪一家公爵搞啊？老弟的太平洋的所在哈。他老弟的所在就是太，他五个在七星潭呐，哪个是我？我也太。这蓝色，这就是七星，明白吗？啊，咱讲，金那个金刚的，那叫做多，有一个那金刚哈，哎，啊，迄就是什么叫做？成功，哎，成功，对，而且新城吼，就是我清朝尾啊，差不多1975年，是这个日本人的牡丹事件以后吼。就清朝总兵对宜兰带人来花莲，啊，迄个所在个叫做新城哦，是安尼来哦。OK， 坑吼，五坑，什么五坑啊？梅仔坑本来是小，即卖叫做梅山咯，古早叫做梅仔坑，日本时代叫做小梅，啊，即老叫做梅山吼。波就是波，山顶波吼，五分波是上山啦，哎，就是五分是有五成的人伫遐开垦，就是五分波吼。OK， 大波是伫嘉义啦，嘉义你知影一个詹文溪，诶，佮顶面南华水库，迄就是大波。啊，大波的水叫做大波下面啦。这个南化水库的水吼，就走去咱们水库，再个走乌山头去，一个灌溉系统底下吼。OK， 绿，好、哦，这个中绿，因为绿，迄绿就是讲较低所在，按两边有山吼，就较低所在。坎，南坎是伫汤吼啊。坎顶是伫屏东，坎顶是讲
明仔讲，伊大水淹袂着啦，所以大家在真好大个所在，去在了看病。高起的土坡吼，土坡叫做石岗啊，高山就是安尼来吼。病，慢慢来起病吼，病难买，病难买，什么叫做病难吼？阮古早叫做病难买吼。斜坡、直阶啊、两阶，两阶伫台南啦，两阶日本时代。以前是叫做环峡，啊，日本人因为迄个环峡内底有两个镇，一个镇叫做砖头峡，一个镇叫做夹顶峡，啊，再用梁夹在河内面。轮、啊、啊，轮啊，作者小所在，小小山丘叫做轮啊，吼，啊，轮背这不灵观吼，这。宝江轮，宝江轮要改做宝江啊，宝江，哎，迄阵啊，清朝时代一个一个县长的成功领袖底下啦，哎呀，帮忙清朝去打这个林爽文，有功劳的，所以号做宝江。日本人来不爱住在宝江，都要改做等于宝江，哎，做宝江轮啊，轮啊。哦，建了这个盖到等下保障是安尼吼。啊，下啊、哦，这个刀人，刀人我知晓个下刀，是古早，那是阮这边大所在，伊拢个叫做下。啊，台北市是寿司岛吼、哦，我写 M 字声啦 ，M 就是郝龙斌讲，我们要将寿司岛变做曼哈顿啦。哦，啊，柯文哲讲不爱，我变变做美丽。没你想，因为遐吼，就是一边，啊，就是安尼啦吼，一边加兰河，一边这个迄个，所以一个岛那是曼哈顿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即摆要你还未正经发展，还未发展较好势，哎，要你计划中啊，可能前书中哦有个计划会出来吼。OK。OK。厝吼，屋、哦、厝就是，好多人咧讲厝啦，伊讲房屋啦，那客人就讲屋啦，屋吼屋 ，OK， 啊，像砍头屋是即卖叫做头屋，迄所在吼，啊厝是讲八地厝，就是，即、這个，即叫做八地吼，八地地土，嗯，新厝了，伫到了，到了就砖头，啊，五间厝，古早。好买的名吼，海口厝即马叫做台西啦。OK， 过来乌哦。好买有好搞。哦，好买吼，迄搭五间厝，伊阿伯叫做后面后买，迄后买伊大概做伫遐咧做生意啦。哎，所以才叫做后买，哎后买哎后就改做好，改做好。有好头山，好头山。哎，乌吼，乌就是这个特别客人增加，也是地形吼，那是半基安尼，就是讲对东边较悬，西边较低安尼围起安尼，哦，啊，迄个所在，啊，所以你像这个琼拿这个乡吼，客人增。啊，地伊地名有十八个乌啦，用乌做伊地名，哦，所以啊，即所以我迄十八乌包都写遐写出来吼、哦。OK， 寮是细根草寮啊，叫做寮啦。哦、那是旱季寮，就叫做基山吼、哦。本来伫遐咧种旱季，看寮，伫遐咧掠动物来啦，掠鹿啊啦，掠啥物吼？啊，即嘛迄贡寮就看寮吼。帮寮用帮啊顶的寮啊，叫做帮寮啊，好啊，我们讲这白寮就是开始种地啊，你好啊 ，OK， 你看这些乡就是方向，当时北门基本是用方向来号名哈。今晚来讲这个用地貌的关系来讲这个地名哈。哦，是讲依山啦吼，啊是这個半边山，哦啊这個，
红山，红山是古早叫做鼻仔头哈，鼻仔头，啊就番山是新竹，新竹分做新竹市三区尔吼，一区叫做番山，啊改做雄山哈，雄山哈。那不会，红山是离海边遐远是？海边就对啊，哎，哎都唔知影咧，伊本身唔是啦，以前吼，这番山先啦呢，是较山区的所在，番就是。白毛族大个所在啦，伊伫迄动物志内底吼，即、這个一部是海钓，但是较近山遐吼，就是白毛族住伫遐啦。啊，好多人甲叫做环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落来就要人来改做雄山吼，安尼是安尼。OK， 三条甲讲过吼，讲啊了拢讲过吼。OK， 环境，像我即个山卡。哦，像介只山家，吼、哦，风贵点，较早伫伫遐哩做家具啦，种臭茶吼，啊，迄个所在有一个爱风贵啦，迄、那个风贵点，即马介只树拿吼，啊，水尾米子后，介只米子后，米子二变成米子后，这个野名吼，啊，水肥就是讲，哎，咩来讲，真丰收的意思，吼、哦、，OK。车路机哦，即足侪所在有车路机的名吼，啊，其中一个就是新竹，还有一个保安吼，保安，啊，一个附近一个永康，啊，永康保安迄个车票吼，永保安康，迄车票足时间，迄怎么写呢？OK。现在永康啥个？永康叫旧啊尾吼。叫我嘿，安那改做永康，我想嘛唔知，但是这个也做好多人改啦。日本人是日本人是。OK， 过来含香港哈，香港这个是蔡英文的故乡，遐是这山脉切割这里，中央山脉尾啊遐一段哈，有一个切割哈。都要落山峰落来遐，遐叫做凤岗，啊，伊即马改做凤，改做有木薄啊边啦，迄街路啊，古早是凤岗尔，溪口是沙白溪，啊加还过一条溪啥物名袂记，沙白溪甲五条溪两个做伙夹做伙叫做溪口吼，三江沿三条溪做伙吼，还叫做三夹，迄、那个大汉街遐所在啦吼，石门水库。就是伫这个大溪甲龙潭，伫迄个所在起的石门水库吼，就迄个龙潭古早叫做龙潭一陂啦，龙潭陂吼，啊，咱就叫做龙潭。所以石门水库不是原来是后来水库起了才叫做。石门水库，不，石门水库是水库的名。唔是地名，地名是大溪、大溪，阿个龙潭，吼、哦。啊，是阿叫石门。石门迄个，但去水库是合作安尼，我唔知呢。迄个我，迄台我无查。迄是国民政府来占有的意思无？哦。OK， 过来，含气候有关系吼，恒春啊，头先讲凤港。啊，大武，你有讲过吼？啊，大武，那赵老师较早伫遐无会啦。嗯。我有一个，我一届吼去找资料时吼，啊去找到伊个相片啊，就是伊要离开时，人大家伫遐吼。啊，老老师，社会啊，社会，因爸爸啊伫遐做长老，老老师长老，还有拢提点上来对吼。赵老师伫遐 OK。哈、啊啊，所以讲，如果我是 FBI 的，如果我提点小看，我讲哇，你是 FBI 的 ，OK， 对了 ，OK， 他那黄世刚问讲啊，有虎头无？有虎尾，有虎头，虎头伫遮啦，虎头伫新化哈，伫新化，虎头伫遮，虎头边哈，虎头边伫遮 ，OK。啊，龙桥有一个镇叫做牛埔吼，这是动物。
用动物的名来分，古山都有这种哈，用植物的名，植物哈，植物的名，鱼婆蝶，啊，即嘛叫做鱼蝶，啊，伊，它会嘛有，啊，古巴，足侪位对，足侪位，中山北路哈，马街北路个，嗰个叫鱼婆蝶，有啦，足侪地名吼，但宠物足侪，啊，鱼婆蝶，一婆蝶就对，一婆蝶就宝蝶啊，太近海口遐，宝蝶就是真叫一婆蝶哈。OK， 分红这就是较早伫个种分啦，啊头啊种头啊吼，啊因为唔得种尾，我唔知影。哎 ，OK， 落个草是较早伫饲落个，迄种株式，即木片佫是做迄个株式，株式一草叫做落个草。坡卡呢，前几下在里遐吼，迄就是较早一个人用一个马祖一像来个遐咧休困啦。哎，爱征讨人再来在那里摆魔咒，魔咒在底下起庙，啊，迄个所在形成就是征讨，比如说破瓦卡，啊，日本时代叫做破柱，安尼吼。哈，破个叫个球啊，破个球，哎，破个球，哎，破个球卡吼，破个球卡 ，OK。啊，暗鬼吼，过去遐较山卡遐遐。种一挂果啊，啊拢暗起来吼，啊像叫做高坑啦吼。啊，这咸菜红，咸菜红即马改做关西，迄日本人改，因为咸菜是砍菜的，砍菜改改做关西吼，砍菜，砍菜关西。咸菜啊，日本话叫做砍菜迄款，我无足熟吼，安尼啊在砍菜对吼，啊所以用关西做名吼。啊，蒜头无蒜头啦，蒜头糖甲花花生啦，伊即个伊是六卡乡的一个所在。哎，恁叫蒜头的人，恁叫蒜头的人，哎，哎，无吼。咱啊做何英邦吼，因太太是蒜头人，啊，现在叫蒜头，对，现在。迄种的，迄、那个六卡乡的较好养大个所在，拢有蒜头，就是蒜头，还是安尼来？蒜头，而且变成蒜头安尼啦，是迄、那个迄号名啥物？我是讲是正蒜头。哦不，无姓无蒜头，土豆较疼啦，要跳者藤枪，蒜头藤枪，对对对，藤枪还要会敲刀吼，所以是安尼。OK， 咱台湾足济。地名吼，拢叫做加藤卡，加藤卡，啥啦？迄、那个加藤树吼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迄树栽呢，就是漂流，去到一个所在大起来，啊，那大起来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，一树啊，一伊咧大个三十米大哩，所以，迄、那个正常都叫做这个加藤卡，所以做者加藤卡啦，台中也有吼，屏东的加藤叫做加藤吼，加藤乡吼。实际嘛，就砖头叫做加藤卡，啊，迄就是这个对淡水要行去宜兰，一条路经过迄个所在。南投嘛，就是加藤卡，迄大字意思是吼，这大字意思就是这个啊，做川啦，字意思日本时代叫做大字吼。啊，迄个所在有一挂地名，直接咱古家水啦、花那寮、石头岗，迄种是加藤卡南投市对古仔名吼。我一个特别的江华的花旦吼，伊嘛叫做加藤卡，啊，日本人来个翻译叫做卡蛋客，啊，你加藤这足近的啦，啊，加藤是有花园的，花园的，再个是花旦，是安尼来吼，花旦啊。所以，这是当时才改。日本时代，日本时代，哎，1920年改。OK， 江华起了地嘛。有加当吼 ，OK。啊，历史他来即讲诶，高威震吼，是王德禄，伊伫战争，即个林双文，啊个蔡牵，即个海贼，有好咧，啊都伊当做即个两浙江总督啦，浙江什么督，反正啊咧浙江官退休了吼，要倒来高威震啦，啊遐人哇，你哎叫不叫皇叫做太祖太保。属于太祖太保，所以才用太保的名字。
啊，盖高伟生盖过哈。OK， 啊，西隆骑马来个台南的将军了，跑倒的，所以迄个所在变成将军了。OK， 啊，这里、個、这個、调动力哦，就是台中林家人，因足侪人是一边文的，一边武的哦。林调动是武的，武的是中法战争的时。咩中法中调清法啦，清朝甲法国战争的时阵来攻家人，家人伊伫遐负责伫遐守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要纪念咩？伫家人有一个调动力，是安尼。因为伊林调动的兵马，不是是有方面到遐的人志愿军啦。对啦，米志愿军一起的啦，一起几啊万兵啊伫遐咧哈 ，OK。啊，这个较趣味，叫做盐埔吼，好多人吼、哦，要去屏东盐埔开垦的时阵吼，用十台车盐去换咧乡地的土地啦，真好赚嘞，未歹。嘿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只盐埔，啊，是用盐换，唔是迄个土地盐借哦，是盐啊，用换盐去换叫做盐埔。OK， 这新公证就是，客人对广东来，啊，伊开垦叫做新港，吼、哦，新港啊，拜个啊，换作新港啦，新港吼，大约台湾音同款，台湾新港个新港同款吼。高高下就是伫苏澳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头路讲到这个圣达罗兰州，路人苏，所以叫苏澳，安尼啦，迄西班牙来。啊，佫一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讲第一个来遐开垦呢，垦秀叫做苏苏伟，所以同含苏有关系啦。所以迄个湖叫做苏湖，吼、哦。OK， 是安尼。大家说一下，这是这个啊，边个讲？大大王国迄个所在，去予清朝欺负啦，就是讲鸡排劳役伤济，伤过济吼。啊来，伊佫掠了佫唔对人，佫冤枉五个大大下人，大大世家人，啊，所以开造反，当然拍袂赢即个官方啊嘛吼，所以这个呢，拢爱走去保利的所在啦，吼，啊，还有足侪下拢走去吼，沙鹿下、牛马头吼、牛马清水遐人，当时的人、春晓的人、阿里山人，拢爱走啦，啊，乌牛栏吼。我估计是这个，这还是宏源新光那个所在哦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这些人弄走去啊，哈，我就赶快 ，OK， 结果经过差不多七个月哈，经过七个月才迄个啦，结果这个所在伊用移植于就是用其他方式，就安利下，安利下就是什么啊？方圆当时去到遐安利下吼，遐人来拍赢啦，所以这个所在大都王国煞变作因的负责、因的管理啦。啊，因清朝还省判吼，还省判啦吼。啊，遐地名先做改做遮个地名免记啊，然后做些遐吼，刷落改做啥物千山社吼，这样免记啊。啊，因为安尼呢，迄个所在无啥人，所以清朝将这个。这个海禁的改地，所以大量的移民就走来了，是安尼来。OK， 大同我可能无时间好讲，这是安尼。但是咱叫做大同王国的系列，就是赵牧师啦，啊，赵牧师意思哈。OK， 连山文的事件哈，可能我无时间好讲哈。OK， 啊。平定林爽文的事件，这个乾隆皇帝将伊当作是上伟大的功劳啦。啊，但是因为开足侪钱啦，开足侪钱，所以这个对康熙、雍正、甲乾隆的时阵，足侪财产拢没去吼，所以清朝开始败啊啦，开始败。这但是以后汉人要开发，渐渐唔淡薄去吼，啊，这个较出名就是五沙去宜兰。第一城，伫遐用的叫做头围，即马叫做头城，吼、哦、头城。
啊，继续伫十五档内连续，一位二位三位五位啊，伫落伫位吼，啊，一个二个三个伫结，结到尾啊，规个拢汉人来带，啊，这个叫做国民人诶，本地人，拢有人爱走走去花莲啊，走去对吼，打客吼，打客嘛是，壮伟的是吼，壮伟的是，伊个敌啊叫做陈明鼎，伊要互部下分一块土地互伊喏，叫壮伟壮士壮啥，大家来迄个分区互伊啦，啊迄个所在叫做壮伟，即卖现在叫做壮伟无换名，啊罗东我头有讲过吼，古早叫做老董吼。OK， 在1809年，我所以跨过丹阳市来个南平，来南个罗东、三清、苏这边吼，开始开垦。啊，这当时呢，这潘显文对东平、对阿里西、对台中遐吼，啊个潘过中央山脉，来个宜兰这边开垦吼，来个三清啦，后去罗东。可把人的意思就是。边缘的人安尼吼 ，OK， 叫我头下拢小我讲过吼，啊，这个因这个卡巴人去予清朝人赶走吼，走伊个这个华人的时阵吼，也无要放伊煞啦，所以有发生一个代志叫做加里湾事件，加里湾事件时因这人。我都爱走，好个在即阿美族人真对待因真好，因所以拢秘伫遐阿美族内底吼。但是最近呢，即加里湾即个变成一个原住民的迄、那个，佫开始恢复啊，还好因有开始有祭奠的啥物啊，最近才有加里湾社 OK。好、哦，最近伫新城乡建立加里湾社，即最近的代志，过百年的代志就是。清朝的困兽，伊欺骗这些人民呐，欺骗这些番社的人民呐。伊讲吼，我要改买十万领的这个抓啊，做咩？落花皮，哇！啊就因遐人走去山里去掠落花嘞，用迄时间已经占领的因迄枕头啦。啊，所以这个代志落尾啊，落尾伊嘛捡枕头掠起来，掠去抬吼，但是呢。经过这个代志了，原住民受伤真济啦。啊，这原住民这边部族啦，这边部族本来呢，拢有受到这个泰雅族的威胁，泰雅族威胁嘛，所以因感觉人单势薄，你知道？所以拜托你较下骹要伫咱这个台东、台中、彰化，甚至分林这些人哦。人家到啥个搬去迄个所在，啊，才会当含这太阳族人抵抗吼。所以这个叫做第二次大迁徙的这个代志，你以后代志吼。啊，伫保利吼，即嘛就是台湾原住民语言上丰富的所在。啊，因咧语言无同款，但是可以当和平相处吼，真无简单吼。OK， 这足济拢地名吼，啊，拢真少个砖头个名，迄就是本来想讲第一个是较早在伫草屯，伊即马走去这个保利吼，伊个所在叫岩头社啦。啊，有个所在是含伊本来住个所在同款啊，想讲这个乌牛栏社伊本来伫这个凤源嘛，叫做乌牛栏嘛。走一下嘛，叫做乌兰，但是最近叫做爱兰哦。爱兰就是保利平地啊，吼，保利伊都搞平地是爱兰吼。OK， 后来甲清朝的咸丰年这时，1794年，艋舺开埠吼，就是我头讲洛江衰落以后，换艋舺迁起来吼，阿弟啊，啊，迄个所在有三个泉州人。顶家叫做是泉州西，伫晋江南岸惠安遮来吼，因去梁山寺底下啦，因修炼是王良安吼，啊，搁一个安溪人，因咧拜清水祖师，啊，下教毋知要讲啊，
胶吼，胶啊，啊，下骹是，遐人是东湾，毋是做做东安咯，东湾，咱台湾叫东湾，东湾人伫遐起一个，啊，做霞海城隍庙，遐下海城隍庙吼 ，OK， 伫即卖迄个老上古社附近伫遐起伫遐吼 ，OK， 结果即顶家的人哦，将这下骹人赶走了，吼、哦，哎。爱经过这个清水所需的因那个所在，哎，就讲不紧啦，反经过吼，我不再报你啦，将其他人赶走，而且其他人全走去大稻埕，在大稻埕啦，啊，中间死足侪人咯，伊去大稻埕佫顶起个庙，迄、那个庙即马真出名，真细间，敢若46平尔，庙埕也真少，但是呢，遐有一个台湾人。拜两个的乱来吼，拢爱去遐拜什么月下一下两年，反正吼，反正即马一个少年家就爱去遐所在啦。还有多少地？即马梨花街就是，迄个足济好食物啊，啊足济古早的什么山产、海产，拢伫遐咧卖吼。嘿呀，还是啥人呢？这是1860年。换淡水开甲才好起来，啊，这个房价较落水去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城市就足繁荣起来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我讲商店林立，牛肉起伫遐吼，啊，这台北林家，这个板桥林家吼，啊，甲林李春生吼，李春生咱台湾教会嘛，一个足在领袖之一吼，伊伫遐。也建设足济吼，哎，你主要因做地啦，啊，变作一向关照，才等得好起来。即系台湾的人吼，来到这个大地才等得好起来吼。OK， 啊，淡水甲1891年，因为铁路开通，较歹去吼，啊，日本时代叫做游乐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OK， 有一条歌嘛吼。OK， 这个这个另外一个事件吼，这动作久的，但是较怎么样讲，较无台戏遐济人啦，哦，动十几档哦，啊，不，动两档几哦，动两档几 OK。过来清朝尾后，一只美国船叫做 Rover 啊 ，Rover 号，啊，这个代志当作电影。叫做《史古鲁》，你来 Netflix 的队伍去做吼，你连续剧差不多3-4集的款吼。如果，迄个就是罗号的代志啦。因来船难，伫恒春的所在船难吼，爱爬上岸，还是叫起来关注那个台戏。台戏了，这个清朝清廷讲我这是吼，我无咧管这个所在了，迄是犯的所在，侵犯地带，我无咧管。啊，叫因家己处理啦。所以美国驻厦门的这个领事叫做李先德是法国人，李先德是法国人哦。在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，在美国战争了有功劳，啊，让伊做这个领事，派入伫厦门啦。而且带兵啊来遮的时候，含 Pickering 是。这个鸦片战争了吼，伫台湾一个海关，毕竟伫迄个，伫遐咧做海关的人官员啦，啊，带落来遮吼，啊，头我较早讲，毕竟就是往那带，迄个那雅各牧师去山顶迄个工人。OK， 因伫查城登陆啦，啊，清朝啊对伊来了，对差不多500兵啊，叫一个中兵、老兵兵出来吼。啊！但是因无成功，去互赶走啦，去互即个台湾族个赶走吼。啊，老外讲好啦，无用虾米教学，所以含即个头目教学叫做多基督，多基督吼，多基督吼，多基督即个多基督，虾米教学？教学咧签一个南极条约啦，就是讲保证讲阿伯话别个太恁这行为传染啦吼。哎，拜托你那来时，
你插一个红旗啊，我就知影你。好，安尼啦。啊，搁要来讲，搁几冬后吼，因知影这是条约了。啊，落来，我讲了收紧吼。OK， 落来因是讲 OK， 我用我哩再起一个灯塔，起个灯塔，好特别。他们应该传染了，所以就是五人伫迄个蹲大地啊吼。嘿，再说嘞，几冬后，几冬后哈，要这是日本人的代志，但是是对琉球人啊，琉球人迄阵也是清朝的管的，伊个清朝算讲做册封的啊。后来又有人来这个算讲的。啊，屏东海边啦，啊，去到遐啦，太死了。日本人对咱就足趣味啦，啊，迄阵来叫这个叫来攻台湾嘛，啊，攻台湾以前吼，我头叫下吼，迄、那个华山主席是第一任的总督，以前就捌来台湾，又变台湾各所在，拢了知影咱台湾的代志啦。所以呢，为了这个代志，伊来这个，怎讲？来这个所在吼，进攻啦。迄个将军是啊，我记来不记？什么乡重道了？什么乡？日本的将军，这个幕府时代将军什么？什么乡？西乡啦，西乡隆盛的小弟啊，西乡重道带兵来吼，带来到家了。叫我叫下的西乡重道一下吼，带来家，都是伫这个，伫这个所在停留。啊，讲来个这牡丹社啦，所以这个代志叫做牡丹事件。结果吼，因是战年，按西桥的十二个战士，战死十二个，但是破病啦，死五百几个，马来西亚吼，所以决定讲袂大哩啦，所以用外交的方法去谈判。啊，清朝迄阵有影真害咧，不但赔五十万两吼，佫将这个琉球送给日本啦，所以这个。日军哦，伫迄个登陆所在起一个纪念碑啦，就是这个西乡重盛什么将军什么地啊，啊，这个国民党来迄个铺掉，改做反攻必胜什么，改做迄个就对了。OK， 这个代志以后吼，就是过两年，李鸿章在派新保丁。来抵台湾，哦，还以即马也正式叫做开山抚番啦，就是较早拢钉壳啊，吼，钉迄个石牌啊壳啊，比袂当去山地，即马迄摕掉，要予汉人会使去山地啦。安尼时吼，防要防外国人来较好着。那是1918，我说。我比我他那想要改，我未记得改。啊吼，底下是吼，那个胡铁花就是台东的，台东的地方，嗯，去做法官啦。OK， 对啦。哎，今开始清朝，较早拢无咧住台湾，今嘛开始要开山咯，要往东边山顶来哈分。中南北三路吼，变后山来发展 ，OK， 即个叫做，也正式叫做开山抚番吼 ，OK， 即个北路吼，中路即款中路款啦，中路以前总兵是吴光亮吼，伊对即个德山经过渡溪是华人吼。刚才叫做大溪啦，大溪的所在较大一款，后来改做名叫做渡溪。
来看这泡酒骨，泡酒骨即卖玉立啦，现在叫做泡酒骨咧，因为我讲了来时哦，感觉遐酒啊真好啦，是还未磨过的泡酒啦，叫做泡酒，还未磨过的酒啊叫做泡酒，啊底下技术底下做嘢啊叫做骨，来叫泡酒骨，啊日本人来叫做玉立，他妈多少？可以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呢，发生这咖喱碗的事件，在人的越南人哦，叫我公粮挂过来，挂来这里华人了，我等这时阵发生了，可以，这时阵大南府开始有大南府了，大北府，啊，看到大南府叫做大湾府了，哦，还要叫做大南府。另外就是大中府哈 ，OK， 1885年发生中华战争了，全建省本来首都要到台北，但是气候未好以前，先伫台中，迄个台中迄个所在吼，迄个省府，比如府城，台中府城。成好些啦，但是现在已经拆掉，现在剩下来了，好，剩下一个啦，哈 ，OK。日本时代，这原住民发生足济抗争的事件，哈，七卡川我头都讲过，哈，咪是因为伊阿比尤是遐工人，哈，过来一个叫做大分的事件，这冻真久哦，伫山顶冻真久，因为伊伫迄个。伊咧南投甲花莲中间迄山顶哦，真歹个控制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嘛是输啦，吼，1933年接受遭雕像，啊，就好做电影，即、這个摩拉路道即个吼做电影，做武侠世界即个做电影吼、哦、，OK， 来讲地名，地名大部分是即个代金，到年就是1921年吼。哦迄、那个时做上大的变更啦，即有话拢讲过啊吼，万华变方格，上山你知影嘛？其实伫石口来吼，啊，板桥啊，板桥开始叫做板阿桥吼，还叫做板桥呢啦。三角形叫做三夹吼，三角三条溪底下过吼。白河古早叫点啊口，哦，改做白河，哦，大溪嘛即阵来，啊，这个湿地即真趣味，这湿地就是淡水河入来时吼，甲遐遐咸水都无啊，佫走倒当年啦，吼，所以迄阵咱这个河洛人叫做水灯卡，哦，水灯卡，啊，那佫古早原住民迄个社名叫做黄阿西社，吼，黄西社，来改做水灯卡。啊！水灯卡隔迄条是已经隔人河啊，隔人河对面啥物南干就是遐啦，哦，因为伊是伊南边啦，是因为是这个，因为迄阵湿地哦，变得真发达，水灯卡做地然后啥物做发达，伊对遐山顶遐啥物啊，暗深坑暗坑，反正遐种地迄个人拢来湿地遐 process。哎，迄个真较算较大个庄啦，哎，对面来变做南港是安尼来吼。啊，坎西我头讲过啊，坎西，甘蔗吼。清水龟碗头变做清水啊，这是日本人叫这个因为钓家河的吼、哦。OK， 丰源、葫芦墩 OK， 大概这讲过吼、哦。这个冰线哦。这嘛真趣味，冰线是这个滨海的铁路线，叫做冰线啦。啊，就冰线叫做蛤蟆线啊。啊，这嘛就是这嘛遐真发达咯，遐就是这个叫做啥物？博奥特区就是伫遐。好、哦、啊，黄医生，你记得头小学生吼，你请我吃咖啡伫遐啦。好、哦，迄个蛤蟆线吼，迄个蛤蟆，就叫做中文叫做蛤蟆线吼，迄所在吼。而且属于高山区，而且
这个时阵哦，日本的时代哦，高雄的企业、就是、市政府哦，都、就是这设立这个所在，这算是我真发达的所在哦。啊，即马换去新营区，新营区就伊火车就去伫新营区了。新营区古早是真无迄个，嘛是叫做牛堡的款啦。哦，阿拉咪说改做新营区，就是因为即马遐足发达了嘛。啊，火车到底啊，六合也是底啊。哦，啊，美丽岛迄个什么捷运站底下吼。OK， 一条路。叫中山路的底下，日本时代叫做交互通，哦，就说的 ，OK。啊，大概是安尼来哈，啊，闽南他们有头讲过啊哈。李纲他咱有讲些南定清朝的军队，啊，拍赢这个朱一贵的时阵哦，因小弟啊去开垦李纲。所以遐即款姓哪的迄个真侪伫遐，其中一个咱陈师傅哩讲吼，陈师傅佮知影即李刚足侪出名人，就其中一个南平一个查某囡仔，第一次世界战的时阵哦，伊去叫美军卖日本美军哩攻的时阵哦，你跳倒叫卖攻台湾，叫直接跳过别个。伊伊个讲，咱台湾即款日本，伊军队足济伫遐吼，哇！哎，伊去甲即代理讲，啊，即是实在，即实在，即情况就好讲个，嗯，啊有写一个吼。OK， 对啦。OK， 你只讲英控伫遮啦，英控改只叫做宝镜头啦，宝镜头吼，宝镜头 ，OK， 宝镜头伫遮吼。对，哎 ，OK， 岐山分治疗，工商卡萨叫做阿公店，哦，哎，伊原住民的名是阿公店，啊，但是呢，卡萨有一个阿公在底下开店，哦，啊，几多人对这黄山要去岐山哦，经过遐哦，啊，你食盐啊啦，所以做阿公店哦。他就帮出了下，帮出了下，想要帮出了，迄个所在哦，可是我们都笨手，所以帮也足济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就叫做帮出了哈。是啊，我就是讲，你说那叫做温州嘞。嘿，而且叫做日本人叫做温州哈，就是。帮出了。嘿，帮出。高地市就是叫做九如哈 ，OK。南麻坑哦。那么可以叫叫兰子哈，黑说在古早有南丘到黑丘啦，还一条遐溪叫兰子先溪先溪啦，兰子先溪遐个，所以黑的说在叫南麻坑。哦，哎，日本时代哈。就讲过嘛吼，即日本时代就是三字的名，改做两字啦吼，啊，像阿伯来变做阿伯，吼，啊，即个绿草绿啊草变绿草吼，啊，砍头树变做头屋安尼吼，我咧二八只我都有讲过吼，二八水对，不咧清水甲露水结做伙，啊，迄形咧就两白，迄白就是白个，从白水来吼，变做。变做咧，啊离开的时阵吼，各两百，变做这是当落去，就是西落去吼，各对个出去，按话是八字形的，所以迄个所在变做两百水吼。OK， 台东就头讲过，古早是避难吼，啊，什么叫做宝山呐？吼，宝山呢，火烧岛，现在火烧岛，因为太阳落山的时阵吼，迄个所在啊咧。红光光啦，真水个，叫做火烧岛啦。啊，国民党来改做绿岛吼，专门咧看好啦。OK， 这个红桃树嘛是安尼，即卖改做蓝绿，就是迄搭遐蓝灰真水。
啊，像较早叫做蓝陶瓷，毋是讲款日头落山遐，哦，迄红土吼，安尼过来，还佫红光光安尼吼，变做红陶瓷。OK， 这个片哦，学说的叫做七壁，啊，古早咪是大厝啦，是南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谢志伟，伊讲伊妈妈是遐人，啊，本来迄个所在叫做八壁，哎、啊，妈妈搬所在变做七壁。OK， 即马中华民国开始吼，啊，伊拢用一挂教条的名啦，什么三民主、三民啦、五权啦、复兴啦，吼、哦。还是个人崇拜，中山中学足侪名啦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啊，拉鲁岛就话谈起了，就比较叫做光华岛啦，哦 ，OK， 啊，过来足侪重复的名，伊为所在个改，像台武吼、哦，因为屏东、台东已经有台武啊，所以台东这个叫做台武，啊，华人头我讲吼，大家。伊本来改做太平溪、太平乡啦，但是宜兰都进入太平啦，所以无台中改太平吼，啊就改做大溪啦。宜兰嘛同款，宜兰较早罗水乡，罗水乡啦，宜兰的罗水溪就是南洋溪啦，含咱东部的罗水，含咱西部的罗水溪同名，但是无同款吼，哦，所以拢改名，所以改做台东，哦，花莲呢？这个六什么他讲的七卡村吼，再改做吉安乡哈，吉安乡。啊，屏东哪边老尾分一个所在出来，叫做溪州，啊含漳河同款，所以不得再改做南州哦。平和这里、个，这三卡河这是的南苗栗哦，三基。三民和苗栗关 ，OK， 福林关甲苗栗关拢有一个四湖啦，所以苗栗这改做西湖，改名改做西湖。屏东甲台东拢一个内埔啦，所以台东这内埔才改做后里，哦，因为这个叫一个山吼，山的山对一边叫做后里吼，三民区啊。OK， 要不要给你们？哦，我叫下月外山，月外山东边咯，本来叫做内埔啦，啊西边叫做外埔吼，这外埔也是台中的名啊。OK， 嘉义的阿里山下，哦，伊讲改做五凤乡啦。啊，咱这个改到等来吼，最近才改等来，1988年才改到阿里山乡。高雄嘛，同款，一些所在，较早马雅乡，伊讲改到三民乡，这个改到等来，叫做改做南麻乡，就是因迄个镇头啦，地上大镇叫做南麻乡，才叫南麻乡。啊，建高雄关古宅叫。熬夜就话唔知啊吼，改做桃园，桃园啊改做武林吼，而且足侪改名吼，而且江华即新港我老讲过，变做新港社吼。OK， 即马足侪所在要正名啦，哦，啊新港头来南麻社正新港啊吼，啊我只用这个型的出来这个吼，叫做强势的所在。那想讲仁爱乡已经有强势了，还袂改过。因为公司就是要改做武夏乡，吼、哦，啊，信义乡要改做罗纳，头到迄个吼，和平乡要改做嘉班乡，还是拉拉山那底下吼，啊，华人的秀林要改做太鲁阁，啊，光复要改做马太安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台东那个都兰吼，迄、哦那个所在。啊，新光镇就是头先讲迄个新光港吼，要改做延平乡还是啥物，反正还未决定，即有开箱马克时，我也还未决定啦吼。啊，桃园市已经共识要改做鸭尼，我唔知啊，反正鸭尼对啦，武林要改做多纳，较早就多纳吼。
台中和平、太平，要解释啥？要不出来。台南市南安区古早的名是安顺，安顺的所在了，将要改做安顺区吼。所以，这就是安尼啦，天佑台湾。我咧写为这个写呢，我咧做这個。这些时代的时候，都要拄着这喜马拉雅台风，足奇怪。你看伊风台吼，对这边当兵的地来吼，来个遮，本来要对往台湾去咧，来个遮这款走势的型的吼，我讲这天佑台湾啦，啊，这里走去韩国吼，是造成韩国历史上上大。这最近过一个台风走去日本，嘛是日本九州上速度的伤害。OK， 我跟你讲个遮就好了。当然是陶必胜哥，那是分人员啊，家务员的隔壁。啊，这个故事是我的外公分给我听。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大家拢坐在里啊。啊，当然有一日，和家务员的一个化工内底讲的。活动里面，我们看你那个老人的头，啊，是讲头啊，营养啊，所以用指导做来比赛，啊，结果老人的无够多，爱去提人进来去。那是竞技啦，竞赛啦，啊，运动到了的，结果你休闲的嘛，对吧？啊，结果。当然就输啊！但是阿公讲，咱虽然是输，不过咱较老实，因为家己关的土，人头放盐，啊，所以讲输不要紧，但是爱做人老实，那是做细汉的是阿公讲，所以才变成老人。老人啦。看实在观点。但是你知一八八七年分离分析款的时阵，伊分离是 X 三 ，X 三的分离率，所以不是分离关系。啊，伊阵你析款的时阵，伊 X 三的分离率是，哦，所以叫做分离关系。好了，这里地空中位哈，遐是比南岛宽，啊，所以是分离先往南岛啦，因为往南岛来时。后尾也不要红，我不要后尾。他说前前后尾啊，管进入正道，啊，发言先后尾，后尾有天庭啦，有天将，所以黄金相当大，还有黑发多钱，所以到了点，就到了钱，对不对？点不先红，红点时间起来。到了后尾，阵火向非常大，火力强。到了后尾，大家到了西边，结合。我要讲一个都市名真趣味。两礼拜前有一个水果是台湾每一年开始真上有名的，什么啊？不是，文旦。哎，最上最所在是换刀，嘛跟换无关系，甲刀也无关系。哎，你搭地名，你也如果去说是即嘛无，较早无。我较侪班人听，十几年都听过，啊，我来去问一挂朋友，因为是西拉雅做个音翻过来，哎，西拉雅名的意思变换刀，马达，把旧的意思。啊，我实在，咱内底有一个老先生。回应来，我把问给伊，他讲咯，回应话安怎讲？目睭伊嘛讲目大，我嘛实在一年来啊，甲马来西亚来，拢问伊目睭安怎讲，拢讲讲目大，所以迄是目大是安尼，马豆是按目大观念，所以甲马无关系，甲刀无关系，啊，做文旦安尼。这个，我讲文字的，当然嘛。我是一代传承，透过阿公的那时候买单啊，是这个买去，会嘛是叫做买单，啊，这买单嘛，目睭叫了，伊个意思爱了，
开始比较嘛是叫做麻烦，好，这一页就一页。OK， 等一下，那大家开会哈，谢谢。